我會推介呢個海爾之家6690嘅。咁見到海爾之家公布嗰個中期業績亦都相當之唔錯啦，其實都係延續咗過往嘅增長趨勢嘅。咁我哋知道咧，其實喺疫情影響之下咧，即係環球有唔少嘅地方咧，本身喺家電上面嗰個生產力咧係有機會受到影響嘅。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，其實正正係有利於內地一啲出口商咧嘅出口銷售。咁海爾之家咧就係其中一隻啦。咁見到佢喺今年上半年嗰個銷售情況咧，亦都係相當之理想啦。但如果對比同業嚟講嘅話咧，始終講緊今年上半年喺一啲原材料價格嘅影響之下咧，其實唔少嘅對手或者競爭對手都有一個成本上升嘅壓力喺度嘅。咁而海爾之家咧，佢本身喺呢種情況之下，仍然錄得一個唔錯嘅增長咧，其實可以話係超出市場預期嘅。咁再加上咧呢份業績咧，其實唔好對比2020年咧，就算對比2019年咧疫情前嘅水平嘅話咧，其實佢亦都係超過之前嘅水平噶啦。所以總體上面，我對呢份業績咧總體上面感覺係比較理想嘅。咁預計咧股價有機會咧，都會跟隨翻一個業績嘅支持之下，跟隨翻做好啦。咁未來我覺得有機會咧，係挑戰$33嘅水平。我諗投資者可以喺$30附近留意嘅，咁止蝕位咧可以擺喺$10嘅位置咧，即係大概$27嘅水平。